接下来请欣赏白鹿带来的独舞。我想接天吧，来来来，饶了我吧，指指点点。第二个不生气。第三个看到女主。好，谢谢。是桑九的小包。好，大家想要吗？想要。还原一下，在片场您在说眼睛痛那个吗？那接下来呢，也希望大家走进剧里面，走进角色，和我们的两位主演一起来观看《蔷薇之谜》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牛奶皮肤白梦圆。好，我们开始了。白鹿。